美军28日中午前释出热腾腾照片，证实苍色勒斯维号和安提塔号两艘飞弹巡洋舰正在通过台湾海峡，强调符合国际法。国军也随即证实。The U.S. Navy says there has been no interference from foreign military forces so far. The U.S. military says the movements demonstrate America's commitment to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佩洛西四日围台后，中共围台军演六天。印太沙皇坎贝尔8月12日说，未来几周美舰就会通过台海，等了16天，现身了。离高峰期比较久的一段时间，他在派遣舰艇通过，不排除也是为了减少跟中共在台湾海峡可能发生意外或者是冲突的风险。这两艘都是台海常客，过去就曾来过。不过美方一次派遣两艘虽然不是首舰，专家认为有经过考虑。单派一艘军舰可能不足以呈现出美军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决心，所以他会想要调派两艘作战舰艇。共军说有全程跟监警戒，部队战区也保持高度戒备，但美舰巡弋路线很特别，8月16日在菲律宾海执行海上补给，23到24日现身东海飞行训练，4天后穿越台海。如果今天中共他的军演叫做常态化的话，那美国穿越海峡的行为以及在台海周边的一个自由航行是不是也是一个常态化？我想这个其实会是美国他会去希望表达的一个意思。毕竟共军在台海越中线采切香肠方式，意图改变现状，美舰如今实际行经台海，直接挑战区域局势，持续剑拔弩张。 TVBS 新闻黄富华、刘婷婷台报道。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